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，我是狂人，站在我身边是来自南京 Hello 酒精的吴蔚，来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南京 Hello 酒精吴蔚。啊，首先恭喜你们成功取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。其实这个问题也很长久了。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你们，其实，在 KPL 的一个今年春季赛的这个阶段，包括这次小组赛一开始的阶段，都有一个低开的这样一个慢慢在高走的一个过程。觉得这两次这样的一个经历，你最如果要做总结的话，会是什么样的原因呢？可能是我们比较喜欢挨打吧，挨打之后就立正了。明白啊，就是通过挨打来寻找到自己的一些 bug， 变得更强，那是很关键的。同样，其实，在这样一个解决过程当中，你觉得你们吸取了怎样的一些经验呢？得到了什么？在总结这些过程吧，就是先知道自己的不足，就怎么去赢，然后去了解每个对手。去了解每个对手。那之前也听到有传闻说，就是你可能在就比赛输的时候，会去看自己胜利的这个录像。这个说法在这次有没有出现呢？这次还没有，因为现在就输了一场，一时大，就是那场看了挺久的吧。对啊，就那场之后，反正后面慢慢取得哪一场，也是我们淘汰赛的第一站，你们对阵广州 TDG 又来了，宿命的对决。对于这场比赛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？希望不然轻点打我吧。希望不然轻点。轻点。好，那有什么话想再对他们说的吗？除了对不然说，对他们全队都说轻点，不要打死我们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先奶对方一口。好了，感谢吴蔚接受我们采访，让我们时间交还给解说席。好的，听到了采访。对于这支 Hero 来说啊，这个世冠还真的蛮重要的。因为这次世冠会意味着他们真正回到了自己的巅峰，就是他们如果把这个冠军接连的拿下来的话，你想就完全不一样了。其实南京 Hero 酒精，总的来说，其实他们还差一个冠军，就是世冠的冠军。对，是他们已经有过春季赛冠军、秋季赛冠军、冬冠的冠军。对，现在唯一差的一个就是世冠的冠军。是，这大家其实真的不容易，经历了一个整整的积分年，打到现在。我们看到其实这个比赛的时长也许不算特别长，但是很多选手在离开这个赛场的时候，他都表示出了万分的不舍。对，就我们看到包括像湘军，我们那天看到像苏沫，像小易，就很多人，每个人对于这个比赛的看法不同，但是其实每个选手都非常珍惜这个舞台，因为他可能是你真正职业生涯最巅峰的时候了。对，就在世冠这个舞台上，对，你得留下点什么，给观众朋友们留下点记忆。而对于 Hero 来讲的话，他们真的也挺不容易，他们从11连败到11连胜，然后你看在一路凭着几个年轻人啊，没有任何老将走到这一步，其实很多时候成功不是理所当然的，真的就是你的强大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我感觉这个队伍的老将，前面说老将感觉就九哲，对，就没有说你真的就该那么强。对，就是你别人的强一定是别人付出努力的，所以我觉得还蛮期待他们后面的表现。对，能看到的是自嗨一刻今天的比赛，今天这场 MTG 也是获胜的。莫凡的云鹰确实特别招牌，MTG 现在是携着胜利之势，对，他们赢了成都演唱会，对他们的士气有非常大的帮助。对，云鹰这个英雄在因为是我们现在跟郑尔夫同步了嘛，他的三技能的枪艺的减伤是下调了，但是他的伤害触发条件机制是改了。其实现在版本的云鹰他更多的是需要队友去帮他铺伤害，对对，然后你打出燎原白斩。今日赛果，广州 TDG 3-0 GOG， 富豪报了当年的一箭之仇。MTG 的话3-2战胜成都演唱会，为自己的八强之后的比赛四分之一决赛多来一分气势。南京 Hero 酒精3-1战胜重庆 QGIP， 将会在后续的比赛里对到广州 TDG 复刻春决。而重庆 QGIP 也要如愿以偿的遇到 MTG。没错，现在就是看今天获得比赛胜利的 MTG 将会用什么样的套餐来等着重庆 QGIP 的来临了。是呢。好，看到的是现在的最后积分情况。而对于深圳 DYG、GOG、长沙滔博和东莞 WZ 来讲，他们遗憾地告别了这次的舞台，就是无缘淘汰赛了。但他们也带走了100万的奖金，是，以及更丰富的经验。对，什么时候都不怕失败，就怕没有从头再来的勇气。还是那句话吧，滔博，特别是滔博，我感受特别深，我特期待他们今年秋天。就昨天那场比赛看的就，大家对，就是你早干嘛去？对，悔不当初。对，感觉看完之后悔不当初。就像那个花卷采访时候说的，就是那个我这个小会要早点开该多好。是。下一场比赛
八月十二日，本周四的十八点整啊，下周四啊，十八点周天，南京 Hero 九进对阵广州 TDG， 晚上六点钟，广州 TDG 已经报了 GOG 的仇，是否能报 Hero 的仇？对，就不好说了。哎，但是我知道的是，真的不能频繁的在一个队伍上跌倒太多次，因为那样会让你真的有心魔的。真的见过，真的见过。其实我们一开始以前只是说说，但后面发现真的有队伍会这样。没错，就是那个坎儿他迈不过去。对，真的迈不过去了。好了，那么后续的比赛会更加精彩，也是期待观众朋友们可以继续观看。在这里感谢世冠官方比赛用机油搭载骁龙888 120瓦超快闪充全感操控系统的爱酷7未来电竞旗舰鼎力支持， AMX 零蔗糖酸奶控龙控线控全场控不住的美味与健康，零蔗糖也好喝。感谢男士洗护界 MVP 青阳对本次比赛的大力支持，上京东买青阳男士净爽造型系列，全天净爽不油腻，世界为你聚焦，共同见证少年出头。京东游戏电视部分直降1000元，享12期免息，心之所向，不负热爱。每周六打开京东 APP 首页下拉二楼直达会场，以热爱之名为你支持的战队助力打 call， 超值特务 Z 福利等你来拿。赛场如职场，有梦就上场，找工作上五八同城超值季，工作超多超有戏，总有工作适合你。还有13家俱乐部在五八同城招聘，圆你电竞梦。感谢上汽大众感官科技纯电 SUV ID4X 为我们照亮战场，秀出 ID 带电出击，550公里超长续航，199888元起售。搜索大众 ID4X 微信小程序即刻上车，驰骋三路。补水就和外星人电解质水，上京东购买外星人电解质水 KP 要限定版，开盖赢得王者荣耀永久皮肤。一卡在手，峡谷我有。扫描二维码申请交通银行 K 票主题信用卡，吃喝玩乐不停歇。感谢合作伙伴铺马，请你支持出装标配超神开黑，生来未赢实战秀不停。加时多级户极尽非凡，激发高昂表现。感谢2021 K 票，感谢2021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团战官方团战卡，腾讯网卡的支持，腾讯网卡畅游无限。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行业合作伙伴中国银联为世冠队伍加油，支付先看云闪付，付出者皆荣耀。感谢兰蔻对赛事的大力支持，上兰蔻京东自营官方旗舰店搜索兰蔻七夕唇膏限定礼盒，这个七夕入手高能装备告白神助攻，还有四大明星产品尝鲜礼及定制有声情书加赠。前往王者人生小程序兰蔻品牌专区，更有多重超值新品加享优惠券等你来临。阿玛尼麦味香水清甜白花，心动气息，更有七夕限定礼盒，盲买不出错。看直播发弹幕为喜爱的战队加油助威，各位战士们可以登录腾讯微视、哔哩哔哩、斗鱼直播、虎牙直播、快手、企鹅电竞、腾讯体育、腾讯视频观看所有比赛。打开电视大屏，看清团战的每一个细节。欢迎登录单播电竞、极光 TV 观看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直播。本次王者荣耀世界冠军杯由 VSBN 独家制作，战火已燃，冠军未知，让我们期待后续的比赛。再见。